你讲啦，我系赌神，唔好话我唔俾机会，100万。我跟。呢次我话事，500万。500万想问我只烟啊？边有咁便宜啊？500万抵1000万，你去嘅就1500万啫。你都话我喐手迟，唔去我都去啦。我跟。啲澳洲佬好多钱咩？一对二跟人一对倾，系三条二嘅，带埋佢一份。OK， 我跟，1000万。唔好意思，真系俾你讲中咗三条二添，冇法子啊，晒冷。晒冷，三条二大晒咩？我跟，我菲律宾佬大把钱，一对倾跟住三条二。赌神，到你。佢底牌系红心十，高进三条二铺面，条宾佬咁都跟，一定系三条倾，呢铺去唔过。阿傲，今晚我攞呢条手巾仔出嚟，即系见你去俊，千祈唔好怀疑，我已经有绝招对付阿俊。咩绝招？到时自然会知。总之我一掹手巾仔出嚟，你就唔可以自作主张。既然大家咁高兴，博大堆咯，花食三条噶，跟啦。shit！ 唔好意思，同花顺便，我话事。你条友仔都冇晒钱啦。你保证翻我同你啫喎，唔得，要俾个机会人噶嘛。嗱，你问下啲澳洲佬肯唔肯加码？我后边大概有3000万美金，有权呢铺就可以扫起我。我一嚿封牌，两条契弟都黐线嘅。高俊先生，你有冇新嘅转码投入？澳洲呢边冇准备额外嘅钱俾我。我有。你傻咗啊？你做咩嚟？阿俊，我头先想同你讲嘅就系呢件事。高傲，我受够你啦！我带晒我所有积蓄嚟，就系等呢一铺牌。呢度系3000万美金银行本票，我支持高俊。阿俊。你唔使理我，呢3000万我嚟支持你嘅，我唔会再忍佢。我有分数，你快先。唔该，7张本票。高俊你好嘢，你勾我老婆，你唔使讲埋啲咁嘅嘢。你我之间恩恩怨怨，今日应该有个了断。好。嗯。OK， 将本票有效，开封。今日我要攞翻一切本来属于我嘅嘢，3000万美金，睇你台面。睇晒台面，冇咁简单。高俊，你勾我老婆，我要用呢铺牌买你对手，边个输咗就自己斩双手落嚟。使唔使都咁信？你话我哋嘅恩怨今日解决啊嘛，我点会仲俾机会你翻嚟揾我报仇啊？曹本田，大会容许咁嘅事情发生？你哋私人嘅恩怨，大会冇意思干预。
我唔同你两个一齐癫啊！我留翻新手揸波好过，你至少都一条花啦。我三条倾都费事去啊！点啊？好胆啊？好，你逼我啊？我跟，快快见啊！你冇可能红心心，呢个只牌。估唔到上次赢赌神带咗一副乜牌，呢次一副乜牌？各位，花顺。点解唔系红心十噶？点解唔系红心十噶？根啊，你叫阿兄换咗我同高我两只底牌，你知道的确好绝，但可惜，等我等下见到阿兄嘅时候。佢眼神同以前完全唔同晒，佢变咗心，一个变心嘅女人乜都做得出。我系专登俾佢换走我副底牌嘅。你叫神眼猪老狗喺入边装我副牌，你估我唔知咩？佢装嘅只系身外夹只入边啲牌角啫。我底牌唔系红心十，系一只梅花三。呢一招就一直唔肯教我嘅御强之屈借花剑。今日我用只梅花三孝敬你老人家。你出老千，裁判佢出老千。裁判，我咁做法只系有人先出老千先会中我计，咁样算唔算犯规？唔算。咁即系点啊？吓？人哋三条鱼，你一只烟，梗系三条鱼赢啦。三条鱼都有得赢 ，Holy shit！ 欠债还钱，欠手还手，老虎大。救我！我唔可以冇咗对手。而家都唔明，喺佢心目中冇晒利用价值嘅，佢系唔会救。你咬我！好奇怪，点会变一支真唇膏呢？你上次有两支唇膏枪，用咗一支，今次你一定带埋呢支嚟。宋阿祖会人帮你换咗，小心请得万年船。睇怕今次你搭沉船。本席而家宣布。世界赌场联盟承认的国际赌神是高俊先生。